各位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收看嘉宏的自然解说。那今天这盘棋是在野狐和一位叫江阴小刀的对决。那我是拿白的。之前还赢过那一盘。哦，好吧，那一开始他下二连星，我下星小魔，飞一个吧。他挂过来。他挂过来，我就飞一个，可能会下面插一个，还是脱先，不知道。江阴小刀这个 ID 其实特别熟悉啊，以前大家都是在9D 那边的，现在都在7、8D 混了，真的也是被众多 AI 搞得没办法。飞一个吧，选择简明的下法。他会下什么？特别疲惫，昨天又没睡好。哦，翻来覆去搞到3点多才睡着，真的是特别累啊。猜一个。也都是很正常。我点个，我觉得这边被逼好像不太舒服啊。怎么办呢？要不拆一个？拆一个好像没意思。拆一个有意思吗？现在开始读秒。好了，还是拆好了，不然被逼感觉不太舒服。现在开始读秒。他会下什么？不知道哪里可以下、欸。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他下的挺慢二。的，他可能拖班挺大的。哎，这么一说他就拖了，蛮有趣的。不起步班吗？就班了。哎呀，特别累。九、八、这棋我怎七、么下、啊？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打粘，打粘完，这棋形状它特别舒服。是我刚有问题啊？我是不是应该打入？九、八。这形状它特别舒服哎、欸，感觉有点不满意。下的有问题，下的有问题。我毕竟还只是布局而已啊，布局刚开始而已，也还没有那么关键呢，就先挂个角吧。挂个角，他下什么？九、八、小飞还是七、夹一个？六、五、这个对手确实思三、考的比较谨慎一点，要不我也拖了搬进去吧。好，下下看。拖了搬，那他下什么？打粘，还是会不会冲下去？有没有冲下去有可能？没有。OK，哎，这棋再贴着它走有意思吗？让这边一点，我一间跳好了，一间跳感觉还可以，这边飞过来感觉有点不舒服。九、八、七、碰一个，碰一个。我靠，这真是我不九、利，八、这怎么办？七、六、五、四、我这边又特别三、厚，二。还是我从下面过？从下面过，他这打了一粘，我就爆了。哎，这怎么办？
九、八、七、六、打贴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打的贴这边是怎么样？是不是一手棋啊？还行吗？感觉还可以的样子，还有打了场哦。这样子我就拐一个吗？九、八、拐七、一个，六、不能五、拐。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刚刚拐的话被他贴一下，然后一顶，我吼不出去。吼到边一粘，我这边断不了，所以说我只能刚刚他说顶的话，我只能这九。样子，但是这样会被他滚包，所以不太好。现在就走成这样，但是他就打一下，因为整个被他封住了，我这一串应该还是亏了。他这边太厚了，被他先手卒一排，不过还好我可以搬，搬了打回七、来，下一粘。五、四、三、还好，其实也二、还好，但这个没有想象一，中的厚。还有两次读秒。用一次啊，我看一下，哇，输了，九、不过确实这棋感八、觉可能还是黑棋比较七、好。六。哎，还补一手，还补一手，那我感觉还可以啊，这能闷掉到哪一下？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算了，我这边先点个角。先点个角，他下什么？等，我就爬。哦，这感觉真的特别累，最近连续几天都失眠，痛苦。哎，他可能会脱先了。啊、哦，失眠了，不知道平常大家会不会失眠呢？九、我其实八、挺常失七、眠的，而且六。只要一失眠就连续好几天了。哇，他连扳，很好棋耶、欸！这我上面很重复啊。这我上面很重复哎、欸。而且没办法，对方确实下的还挺不错的。我最近看很多一些，甚至连职业棋手都有掉到七段去了，确实，野狐现在是确实是太难混了。也不是说高手太多，九、其实大家都知八、道，其实大家用狗七、的很多，六、就是用 AI 的很多。哎，这棋我是长还还是有搬两呢、次读秒。啊？搬了那一退，我这还得补段。啊，长的话感觉又好缓。九、七、哎，六。还是长。这棋我感觉确实相当不好走。感觉整盘棋都在对方的步调当中，这个不对了。哎，必须想点法子啊，想点方法。右边 K 进去，这不洗一波不行的啊。他如果尖我就飞起来，是不是还可以啊？这个棋不洗一九、波不行啊。八、七、六、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潜水艇？四、三、看一下，二、搬一个，搬一个，我硬吗？啊，这棋我硬不硬九、八、七、啊？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
飞起来算了。哦，又不要便宜。算了啦，俺的欧北来的喝，欧北来的喝。哎呦，他粘过来好像还点火哎，不然这个被 K 下去，这谁受得了？哇，他连粘都先手，我靠，那不就哭了？真的是哭了欸，哭了欸。九、八、七、哦，他这六、招又好犀五、利哦，三、二、一。干脆把这个吃了。诶，是说他这个粘跟我虎交换，他好像也不一定好欸。九、突然想八、到，七、算了，这招棋都摆下去了。别去想那些了，胡一个，哇，这里还有一个打劫，我去，哎，这不舒服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。哇，继续搞事情，继续搞事情，这个棋怎么这么难下？可能我最近棋力也没少退九、吧，最近棋力确实七、不怎么六、样，棋力太弱了。四、三、二、这么稳健呢、这么稳健，那我也怎么办呢？九、八、七、六、哎呀，不知道下哪，四、出来好了。棋怎么样？哇，输飞了。这边还能走走，这边也没死啊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输喷，输喷，这个飞一个好像不小，飞他一个，这个棋。九、八、七、这棋是不是能靠一下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靠他一个，他扳我断退，打吃接起来，他好像不太好，他好像不行，所以他顶的话好像是可以打，九、八、七、好像还是能靠到一下五、四、三。的，能不能再玩他一下？好像不太行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哎，三。这棋确实相当不妙。不过我这把自己弄中好像没什么意思。这边到底有没有一点棋啊？先抽他一下好了。他肯定会粘。哇，这个棋我去哪里找回这个木九、啊？八、唉，弄它一下，不知道去哪里找回这个木啊？哎呦，什么到处搞事情，九、八、这里搞搞，那七、里搞搞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搞一点事情吧。哎呦，这边搞成功，哎，哦，原来他是用贴的哦，我去，我以为他挡哎，我连看都没看啦，算了，反正他现在也不可能来吃。哎呦，用一次哦，哎，我就故意到处搞事情，说不定会捡到超时胜，嘿，因为我上一盘也是超时赢的，这个棋怎么样？哎，不过这棋。哦，这盘呢？哎呀，果然没那么好运呢、啊，哪有天天是超时胜的、啊？哇，这么强硬，九、我还是认真思考吧。七、六、五、四、
这么强硬哦！我靠！哎，不过他这边给顶过，我靠，那我搞屁！我搞屁啊！哇嘞，这边可以度过，我靠，那我搞屁！算了，先回到这边，退一个，退一个。哎，哇，这边又没少亏啊，亏爆了。我现在他可能现在优势意识比较浓啊。我等一下利用他优势意识来搞一点事情。哎呀，去哪里搞事情啊？断！我靠，我这串就没少亏啊！哇，这可怎么办？哇，这个棋烂掉了，靠两下算了。哦，我没注意到他一并，我死光光了。本来他这边还挺薄的。就搞两下，变成自己死光光。太丑了。靠一靠吧，看看他会不会出一点失误。这边有没有一点东西？哎，完全没东西呀，跳一跳算了。完全没东西，真是哭了。把它关掉。挖一个，打外边。这个弧起来还是挺大的吧？搬出来。搬出来，我粘好了。打吃，我们等一下冲他一下。这能不能冲到一下？感觉冲不到，感觉冲不到，还是断他吧。哎。怎么好像又可以下了？算了，不管那些东西。打贴打贴哦，我靠，这个打贴又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飞鸽传书，这烂笑话。这是贴吗？贴好了，贴好了。贴多紧他一气可能好一点，好一个。嚯！不喜欢整张了，我怎么都被你给便宜了啊！哦，真不爽哎！哇，早知道我刚用尖的，又被他便宜了，告尾送呢？告尾送，好了，这只能救出来。右边两颗没点死，算了，把这边连起来好了，连起来，连起来，还是我打退，连一个，连一个，我这个尖好像不小啊，碰一个。
以加强一下自己这里。九、哇，中间好薄。七、六、五。加强一下。我这个搬过去大哎，不过也没办法，我不可能在这边硬它了。其实这靠也不小，这靠的长其实也挺大的。哎，这边被他搬过去了，不过也没办法，粘吧。这盘棋可能还是要输了，确实整盘棋感觉都在对方的步调当中。特别下得特别不爽，九、嗯，七、这盘棋没有意外，还是要输了。整盘棋都在对方的步调当中，哎，真的是，哇，这里又被你尖到，这谁受得了啊？不理你了啦，可是不理，被跳进去又特别大。九、整块棋都薄七、掉，哎，六、这棋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还是拐他吧，实在没心情再硬了。哎，既然他都赢了，那我也赢了。哎，其实还没输特别多，是吧？还能下，不过右上有个劫。哇，这边冲击过来，这谁受得了啊？顶住好了，哎，这棋，贴他吧。哎，他会不会等下走一走，我又死掉了？算了，死就死吧，又不是没死过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居然被对方当九、菜鸡战略了。贴好了。哇靠！怎么下得这么犀利啊？这对方也下太好了吧，吓死人！告北送哎。这个棋简直已经把我虐哭了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我们直四、接哭出来了。哎，感觉又爆了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这条龙好像要四。死了。哦，这几个是干嘛？嗯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哎，还是想说会不会幸运的又超时胜？哼，看，果然没有天天在超时胜的，九、真的八、是。七、六、五、四。哎，点一个。点一个，看看他会不会失误一下。下一些好像九、没有什么用。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下一些怪招，看看有没有。哎呀，他这边挖过来，靠！靠边！哇，喷了，又喷了！哇，这个我在干嘛？又喷掉了。太惨了。九、八、靠七、背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好，连回家好了。这回得了家吗？好像可以。看一下控制。哇操，输这么多。
输到美国九、去了。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哎，对方确实下得太好，好的我不要不要的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看一下，感觉已经离投降不远了。九、这棋还想啊，这棋还想个毛啊！想毛啊！就救回去就好了。妈的，还在那边给我想，哇，气死我了！投降。哦，太臭了，感觉整盘棋都在对方的步调当中啊，下的特别不好。嗯，回顾一下吧。这手棋可能有点缓，可能应该 K 进来。后面被他边拖了搬进去，他这边特别厚，木又很多，这个拆四都快变失控了。啊，这棋黑白棋确实特别不好。被他这边又筑成一排后势，这感觉白棋就很不舒服，特别不好。这边下的也不错。这边又被他拆到，其实感觉下到这里白棋就已经很差了。嗯，这边这棋可能也许不吃吧。我那时候实在觉得这个交换他先手，但是其实看一看他换这个，其实也未必便宜啊。我要再把这边给跨死，感觉这样子是怎么样？其实可能双方也可下吧，我觉得。他这两下交换也未必便宜啊，不过他有可能先打一下，然后再粘。不先打我就很头痛了。不先打我可能弃和吧，这个吃了。嗯，总之，七霄这边好像就不太行，后面尤其这边又亏了一大串，更是不好。这棋不知道怎么动啊！我点被他一并就死光了。嗯，对方还是下得好，那后面就只是在看我被虐而已吧。好吧，那这盘棋确实下得不太好，但还是谢谢大家的收看。